落去，吹落去，加满油，拼落去，拼落去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台湾，台湾加油！一定赢，一定赢！阿母，啊，你咧想啥？我是伫想，恁阿爸甲天上啊，因两个袂使走倒啊。啊，我之前听初八姐讲，天上伊唔肯来病院看外婴啊。敢毋是为着这件代志，甲阿爸咧冤家啊？讲到阮天上哦，迄个个性是照顾一个啦。啊，搭阮外婴是去互冤枉的。啊，毋过阮天上啊，甲即阵啊为着这个代志吼，啊，搁足袂谅解阮外婴啊啦。啊，我甲恁阿爸吼，嘛有甲伊苦劝啊，叫伊着爱原谅外婴啊。啊，毋过阮两老的话吼，伊都听袂入去啦。代志到这个地步吼，不管天上是毋是肯原谅外婴啊，这都已经无重要。即马上要紧的，就是爱甲外婴的病医好啊。听啊，你要听啊，妈啦，听啊！来什么来啦？来就是小小来。哎，臭婊，你咪是当我甲死人口气，唔听我？哎呀，啊你，你这两个反人，跟你讲无理，真无理呢。啊，恁两个是咧冤啥啦？是啊，啊，拄则臭婊嘛讲啊，讲伊抽血哦，有500块同我提啊。啊！我有去抽啊，伊钱唔给我。臭婊啊！啊，你钱也无外交啊啦！啊，这件代志阿西咧烦恼，阿西就先转去啊！我怎么要提啥给伊诶？臭婊啊！你阿西呢？你连500块都无？有啦！啊，问题我这个阿西拼好会着无？这件代志就是伊先出钱啊，我来出力啊，着无？啊，你这咩钱？你找伊啊，你找我啊，你跑诶！啊！你这人哦，讲话无算话啊！你太皮啦！你我唔拿赖皮，我搁粗皮咧，我选赖。啊，没什么安怎样啦？阿赖，我真听啊！阿赖，听啦！阿赖，家己讲，你真惨咧！听无人讲你真菜咧！先生啊，臭婊啊，消停！你两个讲话遐大声，妈咪是安怎休困？讲到恁两个啦。迄岁数加起来百外岁安尼，会当为着500块完这行的。阿娇啊，咱莫插伊，咱来伫遐看下伊啊。恁两个搁吵，我叫医生把伊赶出去哦。快咯，果然是嫌囝仔生啦，我说囡仔袂偷生啦，有我有影有嫌无？是啦，嫌囝仔，你毋捌听过了？有影呢，嘿，真厉害！你莫甲我讲到边仔去听啦！我来生边仔去，你会记？那袂记，听啦！啊，来就小小来，你要听问？袂是。你家伙，到底走去倒位去？你唔敢用这个人哦，平常时做牛逼的啦。你看，我调查调查这么久呢，到今麦也唔知因厝倒来什么所在，可见这个人做代志看外心皮就好。云丽阿公了无唔对啦，即卖外婴啊人也无爽快，卡叔会当予家宏伫个外婴个面头前向伊回实嘞，予外婴个心情较平静嘞，安尼对伊个病情一定较有帮助。嗯哼，所以阿兄，你来下班吼，啊较有闲个时阵，到找家宏啦，予家宏较早去病院通看外婴啊啦，吼。你放心，这我知，我若是看到家宏，我一定会劝伊，叫伊无论如何。一定要去病院一撮。嗯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有甲不好意思啦，血甲抽去啊，啊钱唔给我，哼，好，拢莫我拄着，若拄着路头路尾，你咪准备来讨。高姐啊，你若无钱哦，大家当参详啦，你啥去卖血？我无遐尔搭水啦，送阿去卖血。无通讲你细细点点，甲只讲血甲抽抽的无钱哦哩，啊到底啥物代志啊？煞毋知影粗皮啊！叫规庄的人去抽血啦，讲抽一届血有500块同我赚啦。嗯，我有去抽呢，啊钱也无给我。你讲，臭婊，你敢着？高姐啊，咱甲外婴啊这尔啊熟啊，你去验这血，那着需要甲臭婊啊才这尔啊计较。阿成，我唔是咧甲伊计较啦，迄规定是臭婊规定的呢。伊讲来去抽一摆血，咱500块啊。我有去抽呢，啊伊钱无给我，别人有摕着，我无摕着呢。这不是钱的问题呢，这是面子问题，会用笑呢。好啦，顾你的面子啦。你抽的500块，我先带你钞票借给你啊，来。免，我这个人哦，一向哦，恩怨分明啦。你要替钞票出哦，我未接受啦。
哎呦，小会到，到这这么个性呢，水哦。我这人足有原则的啦，初步伊这500块来无哦，命会甲念一世人。阿星啊，啊你敢有看阮女婿甲天婿啊来遐钓钓？无啊，无看到因啊。奇怪呢，啊因两爸仔囝透早出门啊呢，啊是会走底啊，甲即拢无消息。敢讲吴春白甲天婿无去病院看原因啊？无咧，奇怪，安尼因两个到底走底去啊？歹坐哦，阮是来北港朝天宫遮拜拜啦。啊，因啊要住乡客大楼，敢还阁有房间？哦，请问恁两位是毋是杜有春甲杜天山两爸仔囝？啊，你来知影讲，阮爸仔囝今仔要住乡客大楼啊？朝天宫的董事长蔡董诶，有确定来交代过讲。啊，再问一下吼，阮永永住倒一间？哦，伫这个楼梯起哩吼，啊，我正平上尾啊一间就是，哎，这恁的钥匙。哦，二姐，天山啊，啊，今仔日都有较忝，无咱伫咧楼顶房间哦，先去先洗洗，看会较快活无？啊，稍等一下，我请问恁两位吼，有得啥物人方便吼，身份证我登记一下。天长啊，啊，我的身份证拢放伫恁老母的皮包底，我也无带身份证。啊，你，啊，你煞又袂记哩？我的身份较特殊，啊，我身份证免曝光啦，啊，要安怎才好？哟，歹势哦，阮家属讲，若是用过驾驶执照，敢会用的？会用的，只要有在看身份证号码就会使。哦。这我的驾照。你破病，你食药啊，爱注射哦。萱萱会想你哦。萱萱，你姑姑。不乖。萱萱，你看，姑姑买一挂糖仔饼啊，拢是你上爱食的呢。谢谢你，姑姑。是，我来看下多啊哈。哎，奶奶嘞？奶奶在洗衫。嗯。啊，爷爷嘞？咱拢无看人。爷爷甲爸比唔知走去倒位。哦。英姐啊，来遮坐啊。嘿啦。阿妈，我拄仔才在问萱萱，讲伊爷爷嘞，啊伊讲，伊爷爷甲伊爸比出去啊。嘿啦。啊，透早恁阿爸哦，甲天上赶要去海钓场啦。不过，我带萱萱哦，想要去病院看外婴啊。啊，走去海钓场哦，想要去招恁阿爸斗阵去啦。啊，不过因两爸仔囝拢无伫海钓场嘞。哦。哎，啊，天上不是有手机啊？你敢无卡给伊？问看伊去倒。我有卡啦，啊，不过拢卡袂通啊。坐。哎，你弟啊，你在坐。哎呀，我拄仔来啦。好好好。阿哥。哎。是不是你二三甲天三已经去海钓场啊？嫂啊，你怎会食肥肥结腿腿呢？我二三甲天三因若走去海钓场，我有规日按海钓场打电话来给你好啊。我等下就要走去恁家。哎，感觉这两爸仔囝吼嘛真害啦，啊要去倒位哦，拢袂讲一声，害大家安尼找到要死啦。奶奶，爷爷甲爸爸失踪啦。嫂啊，你想啊清楚些。我二三因透早出去的时阵。敢有特别交代啥物？恁二嫂要出门的时阵，伊就讲伊要去海钓场啦。有啦，啊，佫吼摕20万块予我。伊讲吼，进前阮外甥住院吼，迄20万块是初几啊先摕出来，叫我若拄着初几啊，都爱害伊啦。啊，佫有啦，另外佫摕一个10万块吼，讲要我买菜呢。伤憨嘛，甲恁家毋是平赢，买菜买到10万块。嘿啊。我嘛是有安尼甲用啊，我毋免遐尼侪钱啊。啊，阮有剩个就讲吼，啊，囥喺身躯边啦，要用就有啊。条女上安尼咧讲，你愈听愈奇怪咧。敢会发生代志？惊死我恁知影？
阿姆，你好啦。阿贵，你来啊。这位哦，是阮三组的组长，伊姓林。哦，你我捌你的啦。嗯。啊，丁伟先生哦，叫古爷抓去，这桩案件咪是你处理的啦。对啦。阿姆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那哈哈，这啦。阿姆，你卖无用啦，阮今仔来是要找杜天上的。你找阮天上啊，是有啥物代志啊？阮警方怀疑杜天上牵涉到一件伤害罪。歹势，组长，你意思是讲天上有伤害人哦？是啊，有人报案，看到开队伍村那台修理车的人在路的港冤家，把对方拍到死死昏昏去啊！对方啊，对方是谁？对方是谁？阮警方也唔知，目前还搁在调查。啊，对方是谁？你个唔知啊？啊，你难道确定人是天上阿拍的？这个代志啊，我来问过吴顺伯，也唔过伊所讲话哦，有真个所在真可疑，所以我通断定讲啊，开修理车的人就是杜天上。不过，阮天上即摆无伫个呢。阿尚，无要紧，天上若转来时，你叫伊来三组走一撮，顺便做一个说明。爸，啉睏水啦。哦，哦。啊！人咧讲啦。饲囝长大是要防人老啦，食老了后，应予囝滋阴，予囝饲。即摆为着我发生这个代志，煞害爸你对我咧走路，我是不是会使做袂过心的？啊，代志都已经拄着啊，要哪有法度？讲起来拢爱怪我啦。怪我一时冲动，竟然才出这个天大地大的代志。你当初就是无听恁爸话，爸仔囝即摆才会这么狼狈啦。啊，不过我实在想无啦。警方伫屏东县市所有病院拢找过啊，拢找无家宏。啊，就算讲家宏死去，是安怎警方伫现场找无家宏的尸体啊？这是不是看到你拍家宏那个查某人将这个尸体给刷走的？无可能啦！家宏的尸体，假使讲若是那个查某人刷走的，伊会出面去报案啊？哪有可能讲哦，干那卡一个电话去报案了了，我拢无消无息啦？那是活活人，以后你拍家遐严重，一定爱送病院。啊，人无伫病院，尸体。我无伫现场，无你的看法到底安怎？我即摆上希望的哦，就是家宏根本无我甲拍死，落尾伊是家己精神起来，家己离开现场，所以警方去现场才找无伊的人甲伊的尸体。啊，准讲家宏若是家己当地私底下搞药啊搞好去，伊互你。拍到这么重伤，伊哪会拢袂来找你啊？我即摆规日头壳安尼四下叫啦，我嘛唔知讲家宏下落到底是安怎。唉，即摆真正希望讲哦，根本家宏都无去予你拍死，是家己转去高爷我高好去。即摆拜托妈祖保佑保庇。不必讲教，根本都无去。哎呦，这天上啊，哪会拢唔开机啦？阿姆，阿伯唔是有哪有手机啊？你开伊个看卖啊。兄弟啊，恁阿爸自从中风了哦，伊个手机也着等咧哦，房间个拖底也毋捌摕出来用啊。嫂啊，电话免卡啦，就只拢你电话卡通啦，阮恁上个天上也无可能会转来。嘿，阿狗，恁阿讲安尼啦，这是吼因两伯仔囝个厝个呢，伊毋转来是要去倒位哈？啊，你拄则无听三组组长咧讲哟，啊，天上咧外口个冤家咧拍死人呢，啊，伊若出现，是毋就随警察随抓去？以天上的个性，伊无可能甲人冤家，就甲对方拍死啊！迄个人哦，一定有天上足急的人，
天上也不知出手怎么重啦。也不过，阮天上啊，迄个性一向足软正啊，莫讲怕死人啦，伊根本吼都袂敢冤家啊。你无听人讲哦，小马分无两支嘴啦，小马分无三支手啦，错手怕死人。无得也是天上哦，一时的失卡差，甲对方怕死。高七啊，人拄啊组长有讲，伊讲天上是有嫌疑尔，而且到即马还袂找到去用拍迄个人啊，也毋知对方是谁啊。嗯哼，啊对方是啥物人，遐就毋问。阿狗啊，我听你这个话意，你敢若知影讲阮天上是怕死啥物人哦？嗯，是我问你啦，天上无情哦，伊上气啥物人？迄个林家宏啊。安尼无唔对啊！嗯，我应该叫林家宏害到七三六变的。迄天山这口气一秒没落去啊！伊会找家宏啊算账啊，唔哪个家宏怕死？无可能啦！阮天山哪有可能去怕死林家宏啦？高姐啊，这件代志一定要听到天山啊，伊亲嘴讲出来，才有度确定讲实际情形到底是安怎。起码要找无阿伯甲天山因的人。咱卖只乌白药啦！你讲我乌白药，啊简单啊！啊你唔是有家宏的手机啊？嗯，啊无你卡手机啊，找家宏找我会到无啊？我已经卡伊的手机啊，卡足侪通啊，不过拢无开机啊。废话，啊死啊尼久啊，迄机啊无电啊啦，无怪你找无啊。阿哥。你莫讲我老话，我惊啦！人阮天上哦，伊无可能遐尼懵懂去拍死人啦。是哇，你莫一直听天上讲话啦。你无看到恁天上即阵嘛，伊行为真奇怪。啊，佫有哦，海钓队拢无来顾，啊，人安狂心狂心。啊，你无感觉安尼？弟弟啊，啊，这代志若是真实，像阿狗安尼讲，安尼我要安怎啊？要安怎？啊，代志佮做了，只有两条路通行尔。若毋是投案，那啊佫是走路尔。你莫叫阮爷爷甲阮爸爸走路啦！恁爷爷哦，是去予恁爸爸拖累着啦。